谢谢大伙儿这么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伙儿，太热情了，多好啊啊！今天来的各位都是爱听相声的，对，一门比较传统的语言艺术，没错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发现生活中的笑料，把这些素材加以整理，取其精华，取其糟粕，拿到舞台上演出，那就是没整理。怎么没整理啊？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哦，他说这个对啊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对，但是相声里有一些手法不建议过多使用。是吗？使用多了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糟粕。您举个例子。传统相声反七口啊，其实没有什么意思。怎么了？无非就是上台之后两个人逗哏的冲着捧哏的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这种节目你可以拿来学习，不值得推广。对。还有一个作品，什么？下象棋。有，也是没说几句话，逗哏冲人捧哏的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这说出来你真的就高兴吗？我看你挺高兴的。我不高兴啊，我就是抨击这种行为。还有一个作品，什么更传统了，叫树莓印啊。对，也是没说几句话，逗哏冲捧哏的，我是你祖宗。我也不喜欢这类作品，没有意思。我举例子你插什么话啊？占便宜你很高兴是吗？我还行。可气，什么倒霉模样啊，逐渐形成相声演员不良的职业病。职业病？听不了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爸爸。哎，都是说相声的哈。我不管他们啊，你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下意识反应。你看他下意识就去抄便宜啊，所以说相声演员要收敛一下自己的职业病。而且不光说相声的啊，其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特色和职业习惯。其他行业也有吗？有，互联网职业病。互联网，你要遇上那资深的互联网打工人，他一张嘴这些习惯全都带出来。哦，就都在话里头。前些日子演出结束，我一出剧场门口，一位朋友把我拦住了。哎，王阳是吧？啊，我是你的 case 下游用户。下游用户就是观众啊。前些日子刚跟剧场签了年框。我呢，年框就他买了年票。啊，对于您刚才的那个作品反七口，浏览了之后有点不成熟的小建议。哎，这是好事。我尽量用通俗的话术跟你沟通。我觉得这个作品的底层逻辑没有对标颠覆式创新，低延线面的颗粒感无法让用户的感知产生快速响应。我说的什么呀？这是就说我本子不行。这不传统相声吗？我们做一个精细化的拆解，把关键路径做一个归因分析。首先，这个作品的打法以及布局没有站在上风口赛道，缺乏引爆点。引爆点放在这儿就是包袱。你说包袱啊？引爆点发力没能直穿用户心智，完成预期赋能价值转化，这又什么意思？说包袱没响。哎呀，体感不好，缺乏兼容。用我是你爸爸的量化矩阵形成串联梳理逻辑，从流程到维度，从抓手到支撑，过于的单一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作品它应该采用复用打法，注重表演和文本的协同，聚焦用户画像，重新定义用户水位和引爆点的阈值。爸爸、大爷、爷爷形成分层联动，打出一套结构化的组合拳，完成势能累积，共建超便宜的全方位结果导向。听懂？掌声。好，这一嘴互联网黑话呀。其实归根结底他就一句话。什么呀？我是你爸爸他没听够啊。他让我把大爷和爷爷也加上啊。咱刚才说的这个都是说话有职业习惯的。对，其他行业也有特色，比如我前女友啊。他干什么的？他是练柔道的。哦，各位千万不要从背后抱住他。怎么呢？这个位置对人家来讲叫送人头啊。生活里我也不敢惹他，但是我嘴欠，我是能动嘴尽量不动手。说相声都这样。人家不是。他呢？能动手尽量不动嘴。
他就用他的职业病治好了我的职业病。嗨，而且医疗行业的朋友也有特点啊。我现女友，您等会儿，我想知道练柔道这位您是怎么分的手？哼，摔累了他就同意了。哎，摔打出来的演员呢？什么呀？您现女友干什么呢？护士啊。哎，在茫茫人海中，他就看上我了。怎么看上你了？我血管好找。扎着方便。他也有职业病。他什么习惯呢？有一次他们单位聚餐，嗯，我去参加差点没疯了。这又怎么了？各位都吃过小龙虾吧？小龙虾都得戴手套。对，他们那手套只要一戴上，手准保这么放着。哎，憋着给谁做手术呢？而且他们吃饭给我累够呛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所有人都坐着啊，冲着我刀，哎，叉子，哎，筷子啊，擦汗。哎，我就说做手术吧。上菜更要命。上菜怎么了？这桌上炒肝尖上来，他跟你聊肝硬化啊。牛肚上来，他跟你说胃溃疡。哎呀，鸡心上来，他说心肌炎。呵，那猪脑一上，去往哪儿比划呢？就那盘烤羊腰上来，什么都没说，端隔壁桌去了。怎么端那边去了？说需要泌尿科的同志会诊。嗨，所以说各行各业的职业病千奇百怪。要我说啊，这个医生有职业病，嗯，有情可原。怎么呢？他太专注于自己救死扶伤的工作。哦，神经啊绷得太紧了。哦，比较辛苦。哎，业余时间找点轻松的爱好缓解一下。什么爱好轻松啊？说着相声。看相声都不行，还得说相声。看相声没说相声有意思。不对，我问你，谁说相声？医生啊。不行不行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回头跟说相声的学，爱开玩笑带到工作里，那不闹笑话了吗？您别这么古板啊，您多聊聊天，保不齐病人也高兴。我不跟你抬杠啊，咱表演一回。怎么表演？我来一个有资深说相声习惯的医生。我呢来个死尸。哎，来个别来一死尸，我来一活的。你说怎么演？您来医生，我来看病。没问题啊，咱给大家表演一下。好。这屋医生看病。哎呦，哎呀，医生身段还不错。主治医生王阳做科瞧病。哦，这就开始了。医生啊，不要叫我医生啊，我就是医学界的一名小学生。这会儿别客气呀，小学生谁敢让你看呢？来看病啊。哎，看病。想往好了看，想往重了看。想往好了看呢，那咱好好聊聊。聊聊，因为我们中医讲究四门功课啊，望闻问切。不是一种。首先，咱们说这个望。望。望就是观察病人的发育情况。我。看看他的舌苔以及表情。来。啊，我。笑。嘿嘿。哭。嘿嘿。大笑。大哭。哎。哭中带笑。没笑中带悲。你想死我吧。不是，这是望，我呀，然后是闻，闻闻就是通过医生这个嗅觉去感知病人，还是我闻闻他有没有口臭，有没有腋臭，你哪有病我来闻一闻，我脚气，拿我玩笑了，您跟我玩笑半天了，最后是问，我问就是询问病人的过往病史啊，甭管你是有大病、有小病、有心病、有肾病、有肺病、有痨病、有眼病、有耳病，到我这儿我通通给你治成啊。精神病，哎，咱俩谁有病啊？啊，我就想好好看看病，好好看个病啊。那咱就得借助工具了。中医他还有工具？来，张嘴，去。什么呀？这是压舌板。您这不快板吗？你甭管什么板，咱们打板就瞧啊。哎，这个要说病咱们就说病，这个我来看看你的病。大夫嚯，
怎么了这是？你这个病可真不轻啊！这位朋友，你仔细听，你这个病可不好治，他的那目病情是大事。我什么病啊？要想知道你的病，咱们下回挂号说分明。去你的吧！